们没走错道吧？来呀，来我身边，我知道你的痛苦、恐惧和空虚，我给你编织好最美的乐园。是哈利亚，是哈利亚，是哈利亚！狂欢已经开始，将您还回给你一切，你只要爱我就行了。天国，救命啊！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这就是启迪特化的力量，它对别人造成的精神干涉远强于其他禁闭者，在这样的黑环里，它比卓亚更加危险。嘉年华里的所有人都被蛊惑了，走到游行的尽头只会被它吞噬。局长，你经历了持续的精神攻击，又被那个男人的黑焰直接伤害过，还撑得住吗？明白，海拉，准备战斗。你决定要前进的道路，我们为你打开。自己想要什么了？那给你钱吧，钱可以买到一切，来我的幻梦，我给你所有。钱，是钱。满意了吗？那你爱我吗？什么？我的爱不见了，我找不到我的爱人了。那可怎么办？我又不知道他长什么样。给你美酒和美女吧。这会让我忘记，这不是我的爱人。忘记不好吗？新欢不好吗？以前的快乐新人一样能给你，你来不就是为了找回这快乐吗？好了，开心起来，我帮了你，现在该你爱我了。这是第几个了？等了这么久，我终于自由了，所有人都来陪我了，所有人都是爱我的，可为什么还不够？我已经变成你了，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好孤独？他们以前是怎么爱你的？爱究竟是什么？什么样的爱才能填满这份孤独？
我还缺少什么才能变成你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需要同伴，跟我一样强大，跟我一样孤独的同伴。总算等到你了，我唯一的同伴。这次可不许再拒绝了。局长，